咦，这手机是坐了个什么车回来了？刚刚是说回来了，出来看了一下。哎，是不是手机刚过线了？哎，是的。高兴，高兴，小家伙干啥了？来高健，快往上跑！哎。哎呀，哎呀，他揉眼睛的了，来过来，哎，你接着爸爸不过来，过来，这是害羞了哈。高兴，来，哎，想爸爸吗？哎，没有啊，这是啥了？恐龙啊，恐龙，哎，哎呀，多少钱？打车多少钱呢？这么便宜？现在回去的时候，这个黄姐姐弄的呀。嗯，来，高兴，过来。想爸爸吗？想爸爸吗？嗯，来，来，高兴，想爸爸没有？哎呀，两天没见了，高兴，哎。混蛋，跟你说话了。过来。先生从哪里？来。哎，现在有妈的过来。哎。你咋这么听话？这两天，哎，没想过吧？嗯。嗯。没想过吧？高兴。你说话，那拜拜，爸爸走了。是的，走了两天不管我了。拜拜拜拜拜拜拜，回去吧，爸爸要出去了，去。两天走都走陌生了，高兴，拜拜了。鱼，过来，啥？啥？啥？鱼？看这个鱼小到，这是拿网子网的，这是。嗯。大的也有。他们的一个也没留。来，高兴。我爸说，大的跟我们的。一个也没有。大的鱼，还青蛙哪去了？跑了。青蛙跑了。爸爸亲一个的呢。爸爸给你好吃的。哇。这两天走的陌生了，你跟我。他是渴的，渴他想喝饮料。想喝饮料？嗯。来，小天，想喝饮料？嗯。嗯。哪里？啊？
这个不能喝，这啥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你的。你的鱼落的我的衣服都死的了。它里面的你看是什么？熟了。明天能熟。这个好吃呀。这个又不是榴莲，榴莲还好吃，这个是菠萝蜜。菠萝蜜也好，山上的菠萝蜜。这是山上的。山上的。这胖姐姐弟弟的西瓜架在山上嘛，他的妈妈发给吃的。这是黄瓜了，他们种的黄瓜了。空盖这么小的小的，一个高兴吃了，一个高兴跟我吃了，然后一个他的弟弟吃了。好吃吧？好吃。这么小的也好吃，还有这么小的，还有这种的小的，马上好。然后我是这个六点多斧，我斧口的。他不是好多了吗？就种了一苗。没有，别的也种了，别的都下雨死了。高兴，你看，这个不能喝。No， 想喝可乐，你看。对，放回去。鞋子。还高兴。多少次的你穿？你看鞋子咋脱？自己脱。鞋子怎么脱？自己打开了。对。对。嘿。哎呀。自己脱，你拿脚踩着往下。对，自己穿自己脱，坐在床上，不行了，坐在床上脱，来坐在床上脱，对啊，坐在地上脱，慢点，打开了啊，对，你妈给你弄了个什么鞋，对，自己脱，哎呀。厉害，放好了，把鞋子放好了，对，把鞋子放好了，对，羊肉，有的呀，还有，那不是你问妹妹了，妹妹那还有没做的了，生的羊肉，爸爸你往该打，爸爸你弄，李哥他们去哪里了？李哥刚才出去吃饭了，我睡着了。你没去吃饭？没，他让我去，我没去，我中午去。你不要去，你去了他又喝酒了。